过了向阳山屋之后，就是一路陡上，就像这样。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还好，其实最让人绝望的其实是自家阳山，当然我现在还没有走完，所以我还不确定。但是至少从那个向阳派出所到向阳山屋这一段，其实我觉得完全 OK 啊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轻松。那像这种路就是慢慢走就行了。嗯，刚刚帮人家捡到一只戒指，运气还不错，他们运气不错。